Good morning, Jesus. 耶稣高早，兄弟姊妹，大家嘛高早。让咱做个三个来看《约翰福音》第六章第六节。伊讲这个话是为着要试验腓力，伊家己原知影要安怎来行。我这边的每期是咱知影四福音中间拢总有记载的一个新约。新约的背后会当予咱学习真济的功课。兄弟姊妹，一个代志会当予咱称作危机。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咱伫这个过程的中间感觉惊吓，譬如讲半暝接到电话的时阵，咱会紧张；，或者是讲有一个意外发生的时阵，咱听见啥物人住院出车祸的时阵，还是咱突然间到伫公司内面听讲有风声，讲公司那个要裁员，还是学校的老师打电话来讲咱囡仔伫学校安怎？迄个真有真侪时阵，咱伫整个危机的中间，咱除了惊。咱唔知道要安怎来做，譬如讲，即马现主席整个疫情嘛同款，但是这代志发生，伊背后迄个问题的存在，咱伫这段圣经中间会当抓到，主其实知要安怎来行，但是主安尼学习，咱安怎去面对，伊知咱一生中间会去拄到的问题，但是伊爱咱来到伊的面前，讲主啊。你知这个代志的发生，你有答案。我承认我能吃，我承认我有需要，我承认我无够格。现主席，我愿意将我家己放伫你的手中，恳求你来使用。兄弟姊妹，耶稣在乎的不是问题的本身。圣经予咱知影，伊是为着要试验咱已经有备好也未。主要行新家，咱若期待伊行新家，问题是咱有备好未？耶稣知这人的巴肚枵，伊早就已经有计划，但是咱来到伊的面前，咱是不是愿意甲主讲主，你爱我安怎甲你同工？所以恳求主的灵帮助着咱，伫整个疫情的内面，互咱甲主讲主，你爱我伫整个过程的内面安怎甲你同工？阿头来祈祷，特别上帝，我知啊。我的人生你有答案，总是你爱我可以轻调你来到你的地时我的保佑前，你这的环境试验着我可以明白着我的心，我主的灵帮助着我可以坦然无惊吓，打开我的心门，让你自己的恩惠你的能力在我的心中显出你自己的关联来，要我上帝时我祝福看过我教会中间的兄弟姊妹，帮助着我拄着问题无惊吓，会当知你是阮人生中间上大的瓦壳，愿主来看顾保守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祈祷，阿门。亲爱兄弟，愿上帝赐福你家里的一家。